怎么是你？你先出来！没工作！你先出来！那边，出来！你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先出来！哎哎哎！你手机为什么一直关机啊？嘘！你昨天有没有去过我家？没去过。你去干嘛呀？那谁还有房间钥匙啊？钥匙都给你了，别人不可能有。但是教室里面还有人。哎，走。管理员呢？他有钥匙吗？师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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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！哎，里面有男的。外头等着他去，走。哇，两个白痴！挺好的，请你自重。请。你要吐啊？我要上厕所啊。哦。在何方？一定没走远，我还能感受到他的气场。那怎么办啊？追呀！要是抓不回师娘，师父飞身失败，咱俩跟着都得倒霉啊。那是拿我们剥皮还是炼丹啊？那得看他老人家心情。快走，走。钥匙事情没说清楚呢，大哥，我很尊重个人隐私的，在你搬进去之前已经换过锁了，而且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，除了你，不可能有第二个拿着你家钥匙。看房的时候，你专门提醒过我两次，让晚上不要出门，你想表达什么？当然是考虑你的安全啦。有什么不安全的？单一信息强调太多，就想可以隐瞒别的信息。追！你跑什么呀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你在隐瞒什么？就那个呗。哪个？哎呀，不然房子可能这么便宜吗？那也是高阶嘛。这儿有问题，那儿也有问题，这整条街都有问题，你媳妇就好了。师母，啊，别跑！你要追吗？别跑！我。别跑！哎。师母，师母，你站住！师母，放我！师母，师母，别逼我啊！别逼我啊！师母，师母，别逼我！来，换换换换！此地阴风阵阵，不宜久留啊！拿剑。头没了，头呢？师母会被我危险啊！高阶地库饿得很啊！哎呀，你
你忘了师傅说师母她不是一般人了，天煞孤星，什么东西都进不了她的身。哎，她怎么进去？那是用你的头。哎，都说了你头小带小号嘛，师傅非要给你买大号的，说什么你那大头功可头一点都没长大。哎，行行行，是师兄我功夫没练到家啊，走吧走吧。那师傅，哎呀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快走。叉叉，叉叉。什么呀？你吓死我了！不是，这地方怎么这么黑啊？你要去哪儿啊？你拉着我干嘛呀？房子的事没说清楚呢。我强都不服，就服你！